扣起来！不要再来，我们来处理。我们不要再插手，我们来处理。放手！放手！手放掉了。一位陈姓男子疑似与家人有口角纠纷，引发他的情绪失控。 不但对他的家人实施暴力伤害，并迁怒停放于社区道路外车辆，涉嫌手持社区“么”字形阻隔停车铁架，随机砸毁三部自小客车，造成车辆钣金及车窗多处损坏。本所民警到场后，为了防止危害扩大，立即以防护喷雾器朝城南脸部喷洒辣椒水，警方依法强制上铐逮捕。全案侦讯后，依家暴、伤害。 毁损罪嫌移送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，并协助他的家人申请紧急保护令。